放地摊在阳台高歌，丹麦女王清明又斜杠。她拎着菜来上街，会去跳蚤市场，是最受欢迎的一位。继承传奇王妃美貌、摩纳哥的叛逆公主，叛逆女皇室摩纳哥王室的基因。没想到传到第三代，清明高颜值走访丹麦跟摩纳哥皇室。周六晚间8:56，T观点。